Hello， 大家好，我是美，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今天呢，想要跟你们分享一套在家里躺着就可以做的十分钟核心腹肌马甲线运动。很多动作中间是不休息的，意味着强度也会有一点虐。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跟着美一起挑战吧。每个动作我们做30秒的时间，那有些动作会让各位休息10秒钟。那第一个动作，请先帮我仰躺在瑜伽垫上面。暖身的动作，来到屈膝的卷腹，将我们的背部先紧贴着地面，两脚的膝盖呈现弯曲，用上腹部的力气将我们的两脚抬起，使膝盖与手肘缓缓的靠近，接着慢慢的下降，感受到你的腹部在发力。来，最后5秒钟，4、3、2、1。那我们不休息，直接做轮流的屈膝侧卷腹，一样是刚刚的动作，只是我们的膝盖会左右的转向。接着一样做上台的动作，让我们的胸口微微的离地，使手肘缓缓的靠近膝盖。下一个动作不休息，反向45度角的卷腹，将膝盖从弯曲的状态伸出去，停留在45度角。那如果你的背部是镂空的状态的话，要注意背部要下压，过程中一直感觉到我们的腹部在出力。休息10秒钟的时间。下一个动作，我们的两脚会轮流的做下降与抬起的动作。尽量将我们的双腿是打直的，不要弯曲的太多。可以的人，可以到快要靠近地面，再将你的腿拉起。接下来直接不休息，45度角，碰脚停留，在45度角的高度，两脚做一个触碰的动作，一直感觉到你的腹部在发力。最后10秒。紧接着脚踏车的动作，我们轮流做三下，然后稍微停留，再往返这个组合。1、2、3，停。1、2、3，停。再坚持个10秒，待会就可以休息了。休息30秒。你已经完成训练的1/3，跟着我一起坚持下去。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维持在仰躺的姿势，我们会做轮流的游泳卷腹。这是一个针对上腹部以及侧腹肌群的优秀动作，将我们的两手几乎是伸直而且合掌的状态，轮流的往我们的膝盖去做靠近，用腹肌的力量将我们的胸部离开地面。直接不休息，来到45度角的停留，停在这边。你可以用你的手
将你的腹部有意识的下压。在十秒钟，紧接着不休息，来到蝴蝶式的卷腹，让我们的双手跟双脚一起的下降，接着抬起，使我们的双手可以在起来的时候碰到我们的小腿的中段。加油，我知道你很累了，再做两个，最后一下，接着膝盖是弯曲的，轮流的做一个碰地的动作，大小腿大约是成90度角，背部一样紧贴着地面。最后十秒钟的时间，非常棒，休息30秒。很快的来到今日训练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做的是 Scissor Cross， 将我们的两脚像剪刀脚一样轮流的交叉，配合着抬脚的动作往上升以及下降。倒数5秒钟，4、3、2、1，来不休息，直接将我们的腿抬起，做上腹部的卷腹。这个动作更针对到我们的上腹肌群，将你的屁股离开地面，再慢慢的控制回到原始的位置。双脚停留在此，让我们的两手轮流的碰到我们的脚，轮流的卷腹，加油！这是倒数第二个动作了，你可以的。紧接着不休息，我们最基本的抬脚，加上一点点的卷腹的动作，使屁股微微的离开地面。非常基本，但是放在最后一个动作就十分的炸裂，不要在此时放弃，加油！来，最后6、5、4、3、2、1，非常棒。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跟着我做几个伸展的动作吧。维持在仰躺的姿势，用手将弯曲的膝盖掰到身体的另外一侧，那手跟视线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延伸。做完一边之后，换边进行。那接下来我们起身做上犬式，你可以左右的转一转，让腹肌获得伸展与放松。婴儿式回来，接着来到猫牛式，像一个猫一样伸懒腰，背部拱起的时候，
吐气。我们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谢谢你的参与，给自己一个掌声。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相信大家现在的感觉都和我一样，腹肌的肌肉整个在尖叫啊。那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你可以每天做，或者是一周大概做2到3天，或许你腹部的曲线就会慢慢的出来哦。